家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去台南玩，第一站要去台南狗冰。因为上次安巧看到我们影片，然后他没有吃到冰，他就想很生气。第一站先去吃冰。今天早上吃多少？吃20家，今天要吃20家。美食马拉松，来一个运镜，是都会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玉琪回来吃煎冰，推啊有煎冰铺，未来就要来。走，这个时间点来就对。芒果雪花冰大的，早一点来好啊，下午人超多好不好？啊，谢谢。的超好吃的，开心。要碗吗？很厉害，它4种哎。很好吃。很便宜耶。对啊，真的便宜。有点瘦的东西，很猛哎！老饕的吃法，小学生吃法吧，本来没有吃光了，好吃。四月、五月、七月、九十月都不一样了。四月是土芒果啦，五月我们就用金文跟那个玉文啦，中间就是艾文。它到觉得快美的话，就是凯特了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要时常来啊！你看三哥来一次，我们都要关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去市区马拉松之旅要开始了。Go！ 市区路过青蛙黑蛋奶这家，感觉超好喝的，感觉超好喝的，4.8颗星哎。对，4.8到底是怎样？我要哭了，要哭。又好 Q， 而且黑糖味好浓郁哦。对，它的珍珠也是比较软的那种，因为它珍珠很甜。对，它的甜是真的。那这个本源有用心在煮，最后他最后还会加一点黑糖水，本源很好吃。刚刚不是说那个台南市是全台湾庙宇是密度最高的，那你知道乡镇是哪一个吗？鹿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聪明啊，过啊，1组2鹿港。智慧加5分，现在是总分是3分，之前负2。我是台南人，纯的父母都是台南人，外公外婆、阿公阿妈都是台南人。台南人带我们吃爆台南美食。然后我从小就是在那个五条港深弄街长大的。上次飞走，第一天要绕赛，抱歉抱歉。我们又去吃永乐烧肉饭。好来了，他会先上沙拉，还有好汤。70块。烧肉饭。千岛酱。成事不足，多了一块鱼。好，然后会有一碗沙拉烧肉，台南的味道，好吃。姜哦，姜还是甜的哦。很快，他半要这边盐吧。他半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烧肉、笋干、姜。他烧肉好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烤，烧肉就是烤的，有点油脂，好吃。那鸡腿看起来也好好吃哦。鸡腿是烤的，好吃。台北的。觉得有一点甜。刚好遇到庙会。对啊，蜈蚣镇啊，然后小朋友在上面翻身。哈哈哈哈哈！阿辉，阿辉鳝鱼意面。阿辉炒鳝鱼，好，谢谢。鳝鱼意面，它面是那种意面的，好吃啊、哦！好吃啊、哦！其实炒鳝鱼面大部分都好吃，中西区的都好吃。鳝鱼，好吃的啊，好吃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杜小月，超级有名的杜小月。真的假的？我没有吃过。你没吃过？那我好，那我们吃杜小月。很好吃。再店不吃的原因是因为它后来变比较贵一点，跟其他的东西比的话，但其实真的好吃。哦，好想碗。对啊，但是你等一下喝汤。杜小月担担面。是吗？没有吃过。试试看的、啊，拉姐。蛮好喝的。蛮好喝没？香音都出来了。杜小月是最算最有名，像我们刚刚走过来那个圆环旁边，或者那种晚上才，他只卖晚上的，那个也都好吃。大家都会拿来嘲讽，就是说什么吃两口就没了、啊，但其实真的好吃。因为很传统的味道。这个真的很吃巧哎。这个吃饱不腻的。吃光光。吃光好像是正常事情，在杜小月。好，就尝一碗。这个也算有名，杏仁豆腐。对，杏仁豆腐。好吃吗？那你们吃啊。我们是6家嘞。数学不好。是。是心非吗？对啦，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。所以学生答错就跟你讲他话口是心非，没事。是不是？不行，没有借口，我错了。哇，好大一碗哦，超大碗的，是怎样？上60块哎，很便宜哎。原来杜小月金价有看贵。对呀、啊。什么东西要来吃哦？韩金婆婆招牌杏仁豆腐冰，我很端。
好好吃哦。其实很多人说杏仁的味道像厕所清洁剂，对，就是好吃。不要等一下，你这样讲很难吃。我很喜欢厕所清洁剂的味道。杏仁真的是吃电波的东西，然后里面有黑糖，但冰颗粒比较大一点。红豆真的也蛮多的啦，这个料的量跟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啊，而且又在赤坎的旁边，很像一个人才20耶，我们三个人，对，而且超大碗。对啊，料很多哎，这汤匙是我们的吗？不过如果你拿走的话，我们就很难吃。我们再把这个碗拿走。为什么拿我碗？这个碗很适合化缘，我们就有很多的钱了。对吧？为什么对啊？对吧？可以耶，三个人吃一碗刚好，一个人才20块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龙庙周遭，然后现在要来吃福记肉圆。福记肉圆，真肉圆。对，它那个肉圆是真的。中部是炸的。没事。它很清甜。福记肉圆。好吃。吃蛮大口的啊。哦。肉好吃，灵魂就是它里面是一块一块的肉，哎，它不是混合哦，它肉是这样一块一块的瘦肉，哎，对啊，它肉真的好大块哦。哦，我这皮很软，有点挖贵的感觉，那皮很像贵，对啊，贵吧？它那个肉腌的很有味道，嗯，跟五庙旁边不一样，哎，五庙旁边有一家真的肉圆，嗯，但是真的的不是都是口感就差不多这样吗？没有，它是特别烂的。福记肉圆推不推？推。隔壁就是丽丽水果。开很久哎。开超久的。哇，生意超好。南部特产，番茄加蒜蓉酱油。酱油。好吃吗？我有一个。他们是分开的两个东西。那为什么要加姜跟蒜？它怎么可以给给给？怎么样？台南子弟表示无法接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不难吃，就是不讨厌它，是不会恶心也不奇怪。对啊，预警真的无比耶。但马兰就很少水果，能跟芒果比，真的。而且预警那个真的太大方了。怎么吃的这么多？又把它裹回你的头发上了。水果边它边水果。嗯，对。就比较小，没什么负担。对啊，它就是吃一个小时候回忆的味道。对，吃一个回忆。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来观光的话啦，真的跑一趟御景可以啦，真的想吃冰跑一趟我就可以了。下一站我们去安平晃一晃。 go 那这是怎样睡到往生的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到安平，然后来买炸鸡。炸鸡洋行，谢谢刚刚炸好，赚到了。他说好香哦，然后已经没有睁开。他瞬间心情，哎，对啊，怎么样？好吃啊，很好吃哎，好香哦，看起来很有肉汁啊，好惊艳呢。然后给你拍可以吗？哦，真的很好吃，它有它的味道哎，跟一般咸酥鸡什么的都不一样。一样，嗯，它的皮真的是只有薄薄一层。嗯，很开心，炸鸡让它推。他去吃豆花，他以前在豆花，然后隔壁在锅烧意面，就是同一家店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念高中都来这边吃锅烧意面，各地猛串的。好，好说吧。安平豆花，好来吃吧，好吃。这好吃，到位。对啊，这好柠檬。嗯，很酸。以前很奇怪哦，以前是隔壁有一家茂记，然后同济就是特别红，其实吃起来都一样，但是大家就是都来同济。然后又过了几年之后，两边就是都有人，就是没有那么集中的。然后这里以前有卖锅烧意面，不过好像锅烧意面自己出去开一间，在隔壁。他念书的时候都来这边吃锅烧意面。同济豆花，对，还不错啊，算可以。现在在安平的，这是什么桥我也不晓得啦，赤草大道。什么鬼啊！哦，反应很快，开始综艺耶。然后这边都会有这种小餐车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吃的这个关东煮海水浴场，然后现在封起来了，但是还是有人会玩水。你看那边有没有？对，然后玩水出来就会吃一下这个啊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喝他们汤，就那种味精很重那一种，超好喝，就是那种充满味精。好喝，是谁？就各种米血藕莲丢在里面煮很久，对啊，就是那种这种烂烂，这种烂烂，这种米血好吃，就关东煮啊，鱼板一定要点，好不好？鱼板这个鱼板一定要点，很自动哎，没有，他还想把垃圾给我，很扯哎，我要拿他要把垃圾给我，它里面有些那种秘密景点拍照的，好，吃完了，我们现在在下大道青草茶。好，我们买莲藕茶跟青草茶，干杯！一起把它刷掉。喝太甜吗？台北吃的没有这么甜。是吗？好喝。
我都很好玩。啊，原本有玻璃杯，10块钱，啊，就经过朋友就跟他10块钱买一杯喝完就走。原本是真的有下杯，对，下掉就走了。青草茶，超多人呢，来跟大家说一个聪明人的吃法，就是记得先打电话，再来现场取餐。用石头下去先，应该是先焖熟吧，焖熟玉米。啊，对，开很多年了，感觉很多年，因为他说他从小开到大。也可以站在这个炉子上，很软。有点奶香味，我觉得它算蛮好吃的，我觉得酱料也好吃，真的不一样，这真的是自己派。我们现在在厚道米糕，在金华路，你看看，很烂呢。他们以前分工分得很好，真的。台南的 B 哥，鱼松肉燥小黄瓜。就是台南 B 哥的味道，然后小黄瓜酸酸甜甜的。就我们上次嘉义，对，嘉义那个也很好吃。嘉义是油饭的派系，就是卤肉饭的派系。对，就糯米的卤肉饭。对，然后顺便跟大家讲，他有在卖锅烧意面，但是你们锅烧面可以去隔壁买，比较好吃。嗯，等一下我们来去试试看。好，下一家。刚刚吃完厚道，然后看到隔壁有麻油米糕，又跑过来买麻油米糕。因为不同派系想要试试看啊，到底是有多饿啊？我们觉得你们真的疯了。好麻油哦。闻到了吗？闻到了。好吃。对不对？有麻油，对不对？现在好像在坐月子。坐月子的，对，坐月子的食物。这个很甜，它还蛮好喝的。它是不是很有麻油哎？它没有很软烂，粒粒分明的口感。酸菜白肉汤，才30块，现煮。这汤很便宜，好喝。一样吗？不是一样的东西啦，但是它做一碗汤来说可以。而且这汤不会很咸，温和啊，温和的酸，对，微微。吃一小口米糕，油饭的派就是。说台北是比较喜欢这种。对，真的跟阿安比较像，只是它是麻油，这应该很在地的。那边其实还有一些好吃的，但是我们就没有过去了，很大一碗呢，有点害怕。好啦，点啦点啦，都来了。好，谢谢。它这家比较特别，就是有这个自己炸的那种鱼肉块，很好吃。口感它的造型有一点，但是吃口感完全不一样。它是鱼细的意面呢？对啊，细意面。好喝，我觉得好吃哎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它没有加沙茶，对，没有加沙茶，很好吃，没有，这而且面真的不一样，是那种炸的肉，这你应该鱼肉，这个要60，很便宜耶，就是这个鱼肉真的可以，还有鱼浆之类的吗？你说那个鱼丸都好吃哎，我跟你讲，吃米糕再厚道吃，那我们如果吃过上面来隔壁买，好吃，这家比较好吃。就先吃嘛，其实我现在很饱，但是我还吃得下它哎。这种面我喜欢，真的还吃得下，这个有点厉害。我转过去看，都在地人，都在地人来吃。这鱼肉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这一碗有5块，太多吧？然后我自己做鱼丸。哎，那唔汤啦，熊熊啊。很便宜，那5块鱼哎，而且那只虾子也不算小，虾壳剥好哎，好贵哦。我刚整家店都在地了，只有我们4个是观光客，很好吃，那个鱼肉超好吃的。接下来，刘家肉在这里啦，很香哎，是。来吃有名的花生粽，菜长，它虽然叫菜长，但其实只有花生，台南的特产。刘家粽子，菜长，那菜长，那头岛呼，然后头岛呼，香菜。对啊，其实你讲的像蒸雪糕也没错啦，状态真的蛮像。那个饺最好吃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这种菜长店的味噌汤没有你们自己斟酌，很甜。再要加点香菜。龟水龙头刀，那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因为它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花生。对对啊，这个一般就是早餐，因为台南人早餐吃牛肉汤腐烂的。台南人的早餐就是菜长、蛙粿，然后姜母诶、八色粉鱼豆什么那种粉哥啊。但汉堡其实台南人也很少吃，比较传统啦。应该说，因为现在比较现代的话，大家也是美而美什么啊。它比较传统的话是各行各种。吃瓜，刘家粽子，对，菜长可以啦，好吃。剩最后3家，加油好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
Go go go！ 噠噠，刚刚去买了益丰冬瓜茶。我们刚刚去买了有爱咸酥鸡。好，来吃来吃。好香哦，很好吃哎。我都吃到还是可以吃哎，很厉害耶，马拉松。我们要东家东点的有爱咸酥鸡第十九家。羊汤哪个好吃？我觉得大吉洋行比较好吃耶。真的吗？哦，有爱比较好吃。以前大家去买有爱的时候，都会跟他讲说，可不可以帮我包一点屑屑，然后他会包一包屑屑给你。包屑屑感觉很不错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本来还要去吃那个鱼面，就有两家鱼面，然后两家都已经打烊了，太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找第二十家来吃第二十道红砖布丁。用甜点开始，用甜点结束。没错，有始有终。厕所里挂时钟，厕所里挂时钟。你住一夜了。什么？打烊了吗？啊，让我买一个，让我买一个。啊，太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好痛！你就是这样摔下来，满脚 OK 的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再说你不知道为什么。刚撞到脚，情绪转换得很快。我的脚全部都是 OK。他今天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来喽，蛮好吃的，很浓郁。那个焦糖的汁也太多了吧？对啊，他给的很大包。对啊。好吃哎，这真的好吃，很浓哎。它的底部整个满满的焦糖，最后吃这个很开心哎，对啊，可以哎，完美，就 OK， 就这个不平衡的味，因为有甜点味啊，甜点味，甜点。这北拜，喝起来。它袋子真的很厉害，都不油哎。对啊，袋子都不油，袋子都不油。有爱真的都不油，厉害。如果挑一样你印象最深刻的，炸鸡洋行，安眠炸鸡洋行，非常豆汁非常多，锅烧意面是我会想要吃的，含金婆婆。韩金婆婆，韩金婆婆，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很大一碗，而且才60，超便宜，但好像好吃。哇，锅烧意面，因为它那个要多实在，鱼块真的很多。我如果在地人会吃，应该锅烧意面，因为那个鱼真的很多。然后如果是印象最深刻的，我应该是玉米，因为它最特别。我问你，今天来台南吃什么？很多。不行，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吃了芒果冰、黑糖奶烧肉饭、鳝鱼意面、杜小月、金婆婆、福记肉圆、丽丽、水果行、炸鸡洋行、安平、小关东煮、青草茶烤玉米米糕意面、太长、益丰、来有爱、来布丁，没了，结束。我回去要进食三天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回台中了。13个小时马拉松，13个小时美食马拉松。好，美食马拉松今天告一段落了。赶快去找安平，回去做运动，做空中瑜伽。瑜伽。好，那今天先这样了，拜拜。